二哥，给秒杀一个咸鱼啊！据说这个咸鱼有20000多年历史了。这个我给你秒杀个最快的吧啊！好的，几秒钟？给你最好那个3秒的吧。好嘞，啊，哦，加入油，哦，放入辣椒，哎，火天天的哈！来来来，搞个拍子来了啊！啊，搞拍子！帅哥做菜也是有脾气的啊！咸鱼下锅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还没出锅。都关好了，行了，还往后啊！哎，我点烟了啊！好，咸鱼出锅了啊！再给我秒杀一个绿豆芽哈！好，这个需要几秒啊？3秒的，3秒啊！能吃能看能玩能笑的啊！二哥炒菜就只剩3秒，放入油，放入辣椒，放2种辣椒啊，干辣椒和青辣椒，放入绿豆芽，一。2、3，3秒了啊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来火！哎呦，这3秒做成了17秒啊！二哥，这厨艺是不是有点退步了？哎呀！在我老呛，二哥，这厨艺是不是有点退步了？3秒倒成了17秒。没有没有，你没掐准秒。哦，我这计时不对啊。3秒1秒都不差哈。哦，差了我倒给你钱啊。好嘞，山东大集秒杀菜啊，万年金枪鱼，看看，哇，这一个鱼，切出来是什么形状？现在还是什么形状啊？3秒炒出的绿豆芽。看着还像是生的啊，但是实际是已经熟了。嗯，有滋有味儿。万年咸鱼，哇，这个咸鱼感觉比吃盐还咸啊！哇。太咸了，又咸又香。